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就今日我同阿 Hilton 咧，就同大家喺呢个直播做直播啦。咁啊 ，Colin 啊有啲事要忙，所以今日请咗假嘅。系啦。咁啊，听日佢应该翻嚟噶。咁到时大家啲咩要？有嘢要揾佢，就聽日問啦。係啦，咁就今日我同 Hilton 就話，即係咪前週講咗分享下我過門啲嘢啦，係咪先？咁睇下可唔可以幫大家有個提前嘅小攻略，即係如果你有一個 plan 要過去澳門，要去賭去食都好啊。咁樣費事有啲咩位要注意呢，咁因為好似 Hilton 話齋，即係買一送一個 DIY 係咪點啊？好誇張！我見咧啲人講排幾粒鐘喎，跟住同埋已經係買，即係啲人已經係買緊二月定唔知三月嗰啲飛啦。三月底之前就過期嘅。係啊係啊，即係佢要二月三月咯，啲人已經買緊，即係唔係買緊即時去啊？唔係嘛？其實我上個五去，上個禮拜五去嘅，其實嗰一日第一日開始嘅。嗯。咁其實佢譬如噴射輝航為例咧，其實佢分開咗兩條 line 嘅，即班船咧就唔會俾你買到一買一送一嘅、哦，你要排另外一條隊。但我都的確見到條小人龍出現啦，但我冇想象唔到後尾演變到你話齋好多人咁去咁啊。係啊，好多人啊，啲人個個都話排幾粒鐘啊。啊，唔係啊，即係長，因為好似話即係你買完回程嗰程就唔使錢啊，係嘛？係係啊，但你要俾埋個時間佢，佢幫你出埋嗰張回程飛。哦，咁就好似由上個禮拜五開波到點講啊？到三月三十一號底嘅，我定係三月初，係三月尾，三月尾係嘛？好似三月尾。係啊，前都可以用到呢個優惠嘅。佢會跟你嘅身份證去睇翻，即係俾幾多次嚟。好似我唔知係咪可以咁數啦，即係你金光飛航可以買一次來回，跟住噴射飛航可以買一次來回。哦、我唔知道，我要 check， 我要問一問先。跟住金巴又可以買一次來回，總之喺呢個優惠期限，即係澳門上谷吸多啲香港客嘅時候咧，咁呢個優惠就係、是、個作用就係咁啦。但係有冇話係即係總之你有拎身份證過去就用得啊？定有冇話其實係特定某一啲班次定係？應該冇限咩班次嘅，我估冇嘅冇嘅，只不過時間就係呢段期間咁、就唔可以買即日一定過夜。但至於你譬如話你今日買係咪可以過咗？今晚凌晨之後就可以當係第二日咧，我就唔知咗，係啦，都要有待驗證。係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係啊，咁啊，成個過程其實上個禮拜五過去嘅時候咧，都幾感觸嘅，三年就咁。好多年冇去啦。係啦，我都見翻一啲朋友嘅時候咧，都感覺都唔知講咩好，又唔係話即係開心固然啦，咁但係你會覺得。啊，咁就三年喎，好耐冇見。咁佢哋又俾人困住咗三年咁啊！澳門就係即係冇乜大變咯。嗯，你最主要係翻去見下啲朋友定係？係啊係啊，同埋將我喺澳門中國電信有個電話卡嘅。係。咁本身咧一個月俾緊三嚿水嘅，我俾咗三年咁期間咧，我用盡方法都處理唔到，咁就我即係一定要翻到當地先可以處理。係啦，咁其實個約咧，我已經解決咗，我已經完咗啦。但我 keep 住俾嘅原因係因為我有一個內地 number 咧，喺嗰度嘅，但我又唔可以取消佢喎。係因為內地號碼我掛鈎住內地一啲銀行或者係一啲譬如大陸支付寶嘅一啲嘢噶嘛，你唔可以取消噶嘛。咁翻到去我就將佢 cut 咗嗰個月費計劃啦，將佢變做儲。即月費式，儲值式嘅係，即係用幾多又俾幾多，又唔會過期咁啊！最主要解決呢樣嘢，你唔係繼續年年咁俾，真係唔係辦法，係啊。Hello 啊，我係黎明，係啊，今日第二次見啦，聽日應該都會繼續見到我喺呢節同 Colin 一齊同大家做節目。Hello， 係啦，七里旺，你都要去下啦，係咪先？食下蒲菜都好啦，我都係去。澳門嗰邊有冇啲咩即係同以往可能？即我因為你最即之前去應該是疫情前啦，係即你覺得跟疫情前比咧，即澳門而家個感覺或者有冇啲咩嘢係變咗啊？我覺得人冇以前咁多噶啦，而且唔知係咪我哋對於即可能我哋做即股票咧，成日都關注呢啲相關新聞咧。始終硬係覺得佢嗰啲咩貴賓廳俾人鏟曬咧，冇咗以前嗰、那個，即成澳門冇以前咁勁。即冇咗呢種感覺，就來住於呢個位置。係。咁但係人流咧，係我覺得恢復嘅情況咧，係一定好過香港，因為個地方細，同埋
我去大三巴呢咁嘅咁純遊客區嘅咧，就好明顯就人流就好旺嘅。人流好旺，因為我見咧即係有 news 都講起澳門即係啲星期六入境咧嘅客咧，其實都達到5.5万人次嘅，係話都回復翻疫情之前咧都過大半嘅人數咯。所以我諗應該唔錯嘅，我諗澳門嗰邊係啊，人都 OK 嘅，我都係咁意都買翻啲巨記牛肉乾俾屋企人食下。都是的，去澳門例牌都是買那些杏仁餅啊，買下那些什麼肉鬆蛋，即是大三巴那牌、即是大三巴去到噴水池，即是新馬路那裡那些巨記呢，最香園就門口就站滿了人搶著牛肉乾的，但是呢隔一條街沒多遠，即是大三噴水池那條新馬路走過去16號，不知道大家熟不熟，那條路呢就沒什麼人，除了那檔名記牛雜很出名之外，你有沒有聽過？有檔我又沒什麼怎麼聽，有檔東西呢我都不太熟澳門，那裡有檔東西是20多、30年很出名，人們排隊都死都吃那檔東西牛雜的、那檔東西是不 是一入去那個路口的位置、其實它都是在路口巷仔的路口位置，是不是右手邊的？是右手邊的，是的、我應該知道哪間，應該有經過，都是那些手信那些、是的，但 我想說以前其實那條街，譬如澳門大三馬路噴水池，即是大三巴那個位置去十六埔那條三馬路那段、以前都正常的時候都會有很多人的，是的，是的，但那裡就很明顯沒有人了、因為那裡都有幾間分店，即是巨記啊，最遠遠咧係完全冇客嘅，完全冇客。係啦，即係始終，即係我可以咁，我可以具體舉，即係講得出，冇即係冇乜人，少咗人，冇咁多人，就係喺呢啲位冇曬人咯。即係旺嘅就好彩地有翻啲引翻啲人咯，但係人流嘅輻射就冇以前咁勁咯，可能即係要需要時間恢復啦，係咪？都係嘅。但係澳門有冇你咁熟？澳門有冇啲咩推介啲咩去或者啲咩嘢食係？我覺得酒店房咧，六大博企旗下嘅所有甚至佢旗下啲衛星場啲賭場房樓即係酒店房嘅房價咧，即係我 check 過係咁樣望下咧，都貴噶啦，同以前冇乜分別。我覺得你都嫌貴啦，總之我都嫌貴。係啊，即係、我都有諗過去澳門，即係當行下食下嘢。但如果你唔介意咧，如果你可能揾翻啲冇附屬貴身，即係你唔下面冇跟住賭場嘅啲酒店咧，啲價錢就可以襟計啲。襟計啲。譬如喺路環嗰間好出名嗰間叫咩啊？而家改咗名叫咩露天海景酒店，即係以前叫威斯汀定咩咧？哦，以前即係佢係屬即係好似屬於澳博定四泰噶嘛嗰間嘢。嗰間嘢因為遠啊，但因為嗰間嘢不嬲係屬於即係邊有翻啲歷史啊，都 OK 啦，即係唔係嗰啲人流複雜嘅酒店嚟嘅，但係遠咯。但係嗰間酒店嘅呢類嘅酒店咧，即係冇咁即係人流輻射冇咁快去到嘅咧，個價錢我睇翻 Booking.com 嗰啲咧就好，我覺得好大環。好大話，大概嘅四五嚿水就有。哦，咁都 OK 喎。OK 噶，即以前咧，如果以前澳門嘅時候，你嗰啲你都要至少800-900歐股啊嘛，係嘛？咁有冇啲咩嘢食推薦下？推薦啊，唔熟啊，我今次去咗，朋友帶咗去陸軍俱樂部，咁係喺新葡京後面有一棟粉紅色好靚嘅樓。但係個係唔係個個入得定係？入得嘅，個個都入得嘅，你但係要訂位。哦，好抵食佢係屬於葡菜咁，但係個地方類似，即係個建築物係好，以前係嗰啲葡國軍隊嘅啲軍官嘅會所嚟嘅，但係佢一開放咗啦，咁但係個地方就好靚嘅，類似一啲咩咧？似赤柱嗰度有個會所噶嘛？以前赤柱赤柱一個會所出名，好多歷史啊！即係啲人擺酒，通常結婚或者係。嗰個唔係淺水灣嗰邊咩？啊 ，sorry， 淺水灣。淺水灣嗰間酒店嗰度。淺水灣酒店咪先係咪啊？即係。Exactly。係啦，即係人去嗰啲 high tea 定唔知乜嘢。係啊，古色古香。係啊，咁但係我喺陸軍俱樂部咧食蒲菜，我覺得 OK 啦。我 friend 加一支 pot 酒咧，即係嗰啲蒲嘅 pot 酒，我覺得都唔係話好 cheap 嗰啲嚟嘅。咁四個人1300啫嘛。哦，咁都唔貴喎，六道松喎，單點嘅單點，全部散拉嘅係啊，1300喎，你一個算係靚仔嘅餐廳入邊，1300四個人都食到嘔喎，加支酒喎，幾抵食喎！你喺香港，你人均冇800-1000都走唔甩啦，哦咁係啊，咁去嗰邊食可以試下，係啊，哇，各位觀眾，可唔可以個個都老手啦，係咪先？睇到條片都流，慳仔當好，你而家好多留言啊！
是啊，是啊，而家你过去嗱，指呢个喷唔系1300蚊四个人啊，系1300蚊四个人，1300蚊四个人抵喎，即系你围连埋走咯，系咯，你围翻300零蚊啫嘛，系啊，你又有牛尾烩饭，跟住仲有海鲜饭。仲有八爪魚沙律，仲有好多咩蟹肉海鮮湯。有冇啲咩葡國菜係特別出名的？其實我唔知道，因為我食開個批咧，我唔係葡國菜咧，我會推薦大家去官雅街嗰幾間。官雅街邊間啊？我食開有幾間，譬如有間叫 Antonio。系啊，即系我就唔中意去食小飛象或者木偶嘅。小飛象我聽過呢個我聽過，因為大家都係好中意話去小飛象咁啊，食嗰啲咩葡國菜定唔知。冇啦，大佬啊，小飛象你大家香港人，你知道小飛象以前香港都有噶嘛？我呢個我唔知道，但我知道喺。哎呀，我睇歐啦，sorry 啊！嗱，在座好多人，我相信第一定聽過我小飛象啊。但我知道個個都好多人話去澳門就係食去小飛象食葡國菜，所以我呢個我聽過嘅。嗱，如果你同女仔啊，想靚仔啲啊，或者咁啱如果澳門，我可以推薦你陸軍俱樂部嘅。陸軍俱樂部可以打卡係嘛？打卡啦，啲食物 OK， 價錢我食過咯，即係至少我可以。親身包膠俾你知曬，OK 噶嘛？跟住OK 嘅。咁我有啲 friend 會推薦澳門，如果半島嗰邊啦，即係咩咖喱屋啊。但咖喱屋我啊未食過，咁多年都未食過，我唔知啦。因為老佛爺咯，譬如我啲 friend， 譬如觀眾講嗰啲沙利文係咪都係葡國餐廳嚟啊？唔知啦。黑沙灣好似有間葡國菜啊。葡國黑沙灣 ，Kevin Chan， 你係咪講緊？係咪遠啲啊？黑沙灣係咪燒豬個檔嘢啊？嗱，黑沙灣同澳門仲有一個地方叫黑沙灣啊。黑沙灣有間本土變種葡國菜，我推薦大家會食嘅，就係林記燒烤。林記燒烤。嗱，唔好講笑，呢間好出名，我真係好食噶。佢嘅蒜咩葱洋葱半即系前菜嚟，半虾半大虾好食啊，同埋佢嘅 wasabi 羊架咧，我觉得好味。嗯，林记烧威个名咧系真系好鬼地猫，但系系啲嘢食真系本土化咗嘅葡国菜。哦，系啦，喺黑沙湾，大家林记烧威好容易揾嘅啫，系。好啊，可以去澳门试下先。系啊，其实差你话我就系喺我去。陸軍俱樂部食飯就 Angel 佢哋叫我去嗰度食嘅，係我哋邀請 Angel 嚟緊，過嚟香港嘅時候，可唔可以上嚟做一節？上嚟做下節目，係同大家講下呢個大灣區嘅樓市啦。大家都好似好熟澳門喎，突然間我覺得。哇！在座咁多位都係啲職業嘅投資者，咁對於澳門呢啲咁都有咁多嘢可以賭下嘅，應該都好熟嘅，係。係。葡國菜就肥媽，哎呀，唔好咁諗啦，即係肥媽，我就諗起佢係食咩生魚片啫喎，大灣區。係咪先？佢肥媽呢個講呢、這個中葡國菜瓜唔好瓜，大佬。綠綿酒家呢、這個啲好少聽喎，我唔熟啊。你邊間啊？綠係咪綠綿酒家？我見啊，綠綿酒家我聽過，但係我冇食過。但係我唔熟喎。但係有間叫綠記粥粉面嘅好出名嘅，綠記好出名嘅食蝦子面嗰啲。嗯。這個我去吃的時候吃不到，為什麼呢？11點半到12點我走過去，16步走過去，他已經在洗鍋了，已經在洗鍋了，賣光了，不做了，然後，原來以前不是這樣嘛，以前你去到兩三點，至少三點，他都做很多宵夜生意，很出名的那間店，你吃粥、小炒什麼都有的，但他就跟我說11點半，他可能請不到人，或者真的沒那麼多客住。都可能係，係啦，即係你話澳門，我講咁多嘢，我話唔到俾你知，其實對比以前少咗幾多人，我冇 number 係啊。咁但係從呢啲位大家都熟悉嘅，譬如綠記粥粉蝦子面啊，或者係出名，或者係我頭先講過噴水池去到十六鋪新馬路嗰段冇曬人啊，咁大家可以知道而家人流概況幾多咯，係啦，都係可能慢慢咯恢復。通常喺桑拿食物。OK， 你遲啲俾翻個包膠大家睇下邊間啲飯好食啲啊！我都聽過我啲 friend 講過某幾間咧桑拿咧好笑嗰陣時，我唔記得邊間，但係佢講過啊嗰間咧好好啊，話係咪啲女仔好得啊？你即係佢當堂講，佢唔係啊，嗰啲真係好好食。跟住話，跟住我就猶豫咗一陣，你係咪想講啲女仔好靚？佢唔係啊，佢真係啲講啲餸。係啊，佢話佢嗰陣時喺嗰度幫襯咧啲咖啡奶茶好得啦，啲
炒牛炒牛河 OK 啦，跟住心諗。啊，陳傑少好乖啫，同我講啲咁嘅嘢。anyway， 咁啊，大家呢、這個呢方面嘅包交我俾到大家啦，好唔好？策王都問啊，問你有冇去主場十六？我賭場我就係有時間入咗去 Galaxy。Galaxy 哦，係啦，咪新豪影會係嘛？唔係另一個銀魚咯，哦銀魚，呢個洞金閃閃嗰洞。我知邊洞。我想話我第一次見咗佢第三期，應該係啲疫情期間落成個期新個期。係。嗯，真的很漂亮，大家就自己去看看吧，大家是啦，咁就 anyway 我入了賭場嘅，咁佢冇啦，嗰啲店都係唔好多人啊，應該人咧集中曬喺真人賭台嗰邊啦，即係真人百家樂嗰批嘅，即係500蚊最低嗰啲百家樂台最多人賭，係啦，跟住咧我見輪盤咧都有人玩嘅，但係。以前咧，佢哋力即系佢哋以前谷好多嗰啲電子百家樂咧，就少好多人。始終嗰啲可能要靠香港下，揾到香港下。咁我就輸咗200蚊就算啦，玩電子百家樂輸曬就走啦咁。哦，玩下過下癮咁。係啊，等佢先啦。莎莎都聽緊啦。冇啦，莎莎唔喺度。佢出咗去。出咗去。係。啊，十六鋪都多人嘅，係嗰個位都多人。係啊。我真係，因為我嗰日行咗，我專登係做處理曬我要做嘅嘢之後咧，我專登可以行都行曬佢嘅，即係專登行過去新馬路睇下人流啊，咁再行去新十六鋪，即係十六鋪再行過去觀音堂，即係佢哋嗰邊嘅古士德觀音堂咁去，嗰邊已經係民生區嚟嘅。即係冇賭場咁，再睇翻即係本地人嗰邊啲嘢。咁本地人其實冇乜變。有冇去嗰啲威尼斯啊？威記冇喎，可能坐巴士冇，係啊，冇啊，冇咁多時間啦，慢慢再過翻去啦。冇得甩牌，甩牌你500蚊一注嗰啲500蚊最低百家樂，你知咩叫甩牌啊？哦，即係佢話冇得，係即係有啲台咧，就算係你真人對住阿姐，佢幫你開牌嗰啲咧，譬如賭注好，通常100蚊就有得玩嗰啲，通常冇得甩牌，即係阿姐開埋俾你。哦，即係冇得自己喺度玩。係啊，係啊，但係如果去到300蚊以上嗰啲，通常就入邊譬如牌你係要甩嘅，你就可以慢慢係啊。即係啲有啲 feel 咁樣。係啊，三邊四邊，我哋聽到八婆喎。媽國廟附近，玻璃界有得炒冇咧？佢咯，我會再同佢過去嘅。應該澳門酒店嚟，我估今年應該都 keep 住唔會話太癲嘅。雖然我話而家個價咧係同以前都即係大家都覺得貴啦。我都覺得偏貴，我好似有立下眼見到1000幾蚊嘛。係啦，但係我覺得個價錢始終同以前。會有啲應該未去到以前咁高峰嘅，我未睇過咯。通常我有如果睇嘅話，我會睇快，我會揾一間貴嘅酒店。有一間我成日會睇嘅就係Ritz Carlton。哦 ，Ritz Carlton。Galaxy 嘅 Ritz Carlton。咁以前咧正常嘅時候咧，佢最平係要5500蚊左右嘅，一間房。普通，因為佢全部大房嚟嘅。哦。因為嗰陣時。嗰陣時好多啲廳咧，即係啲鎖匙房咧，貴喎！我住過幾次鎖匙房嘅，真係好，真係好正。我住完之後，哇！原來啲咁嘅5000幾蚊嘅房咧，係周街夜晚都可以你可以攞到嘅。咁因緣際遇我攞到啦，咁先即係有人俾我啦。咁但係好貴咯，我平住跌叫我俾錢，我唔會俾。咁我咪 check 翻嗰幅樓房價咯，原來 keep 住都係5000幾蚊樓上嗰陣時。咁都貴喎！如果5000幾蚊。是啊，咁你睇翻，如果嗰陣時而家嘅 Ritz Carlton 一間房最少都去，如果佢俾到你5500，需要收你5000幾咁啫，咁即係如果唔係啲咩套房或者咩5000幾咁都貴。如果低過5000蚊以下，如果你覺得呢排市 OK 嘅，你又OK 啦，呢排市彈到咁多，咁大家諗住同另外一半去 happy 下嘅，有上有翻啲 face 嘅，咁俾另外一半都有翻啲 face， 我 Ritz Carlton OK 嘅。係啊，考慮下 Ritz 5000幾，你香港5000幾，你真係住酒店應該冇可能咁大間。佢真係一間都係套房形式定係點樣？超大咯，即係個廁所有兩邊洗面盆，兩邊洗面盆。我覺得應該呢啲都係套房啦。跟住中間一個大浴缸，跟住仲後面仲有啲企浴咁樣。企缸嗰啲。係啊，即係總之好大咯，大過屋企好多。冇咁講。係啊，睇先啦。
Gary 系咪因为你去啊？我都系，我都会咁谂噶。我咧，我如果俾我赌钱咧，去玩下咧，我会中意去 Galaxy。中意 Galaxy？ 点解嘅？即系我唔知点解喎。因为嗰排咧，有一排咧，我成日跟我啲朋 friend 玩轮盘啊嘛。系轮盘即系点样？即系占士邦其中一样好中意玩嘅嘢咧，即系诶。摆粒波波喺度碌碌碌，跟住佢即系转转转咧，最后停喺咩 number？ 哦哦，我知。你买中个 number 或者买只嗰只 number 嘅色咧，你都有钱收嘅。如果你压中咗嘅话，系咁嗰只叫轮盘啦，系啦。OK OK， get 啦 get 啦。咁我去咗几个场，好似去过美高梅啦，跟住就 Galaxy 咯，玩嚟玩去咧，赢钱赢得最多轮盘咧都系 Galaxy。Galaxy， 哦，所以觉得嗰度旺啲，所以会翻翻去。系咯，因为你去个地方，如果有时你个头咧唔系话好舒服，即系头赤赤咧，你都唔中意个地方逗留啊，系啊。咁你觉得诶唔系好啱我呢度？系啊，厕所都两边，厕所应该都系边啫。我记得冇玩啦，我记得一边系。马桶一边是企业缸啫，系纯粹应该两边升倍，三十七倍定三十五倍啊？我唔知道有冇改喎、啊，查理王，我记得系三十五倍、啊。如果你压中 number 嘅话，系啊，我啲朋友就好癫嘅，博过几次啦，当然计计埋埋佢输到趴街，但系经辉煌时刻就系譬如一沓筹码压住一个 number 度，如果中咗就开心咯，梗系开心。佢试过抌两千蚊抌晒落同个 number， 咪即系赢几皮嘢咁就系啊。嗯系咯，开心嘅。Gary 话佢咁耐都未去过银河。系啦，你嘅葡京，我未去过新嗰间葡京，下次我都会行下。你可以行下，如果你系平时去开葡京，我想问你系旧葡定？如果你话葡京同新世纪，你只拣旧葡京啊？你中意去旧葡京啊？旧葡京我都未试到过。新葡京我玩过几次咯，都系输钱多，都系输钱多。系啊。最细个场一定系维基，维基边间嚟噶？唔识啊，我就谂到牛奶啦。维基，但后屘我问翻人咧，我因为之前我睇过澳博定系边个啲卫星场嘅 update 咧，我以为佢哋、即系海立方啊，喺澳门码头隔篱嗰个卫星场咧唔做咯，我以为唔做嘅。咁嗰日我去到嘅时候，啲人又话其实佢后屘又做翻，或者可能会做多几个月或者半年咁咯，系啊。哦，即系做到一轮。因為有些衛星場的 bands 稱呼是神運場來的，神運場比如海立方就是其中一個，就是那些阿婆四五點起床去神運，然後順便去賭場拿杯奶茶喝，然後賭回幾鋪看看可不可以賺一下茶錢。是葡京人上葡京是吧？最新上葡京是吧？葡京人我就是查理王，我就係以為佢執咗啊海立方咁，即係原來未執嘅。啲人話未執喎，但我未行過去，所以都要再 update 下，有機會行過去。玩到阿John話：你竟唔知輪盤係咩？輪盤呢啲快翻學。我覺得輪盤係男女仔都會中意玩其中一樣嘢嚟嘅，即係 I mean， 即係冇乜太大需要啲乜嘢。其實咧，百家樂咧係得中國人先中意玩嘅咋，即係完全咧好，即係好似。即係毫無 taste， 唔好意思啊！即係好似我覺得係，但其實係咪好難估啊？我想講咩啊？輪盤？唔係百家樂。百家樂咧，如果根據即係估閒同埋莊嗰個，冇錯。但係唔係話估唔估啊？每隻通常賭錢都難估，容易估就唔會叫。但係百家樂聽我嗰、那個莊閒兩邊嗰個勝率啦，係差距不大。嗯。即係你可能你會諗唔到，總之有啲人計過數嘅，可能即係啲人計過嗰個概率就係你兩邊相對都容易贏，無論你同賭場對賭又好，或者係點都好，你是但一邊唔會話差太多，因為譬如好多人覺得大細容易買嘅，但係啲人話其實大細唔係嘅，大細係你我哋呢啲普通人嘅贏嘅機率贏率好低嘅啫。但係相對地咧，如果你玩百家樂咧，我哋。作為一個老百姓咁入去嘅嘢玩錢咧，玩百家樂咧係容易贏啲，純粹係概率上面嘅嘢啫，係啊。哦，即係 probability 高啲嘅。係啊。最緊要入路啊！即係點樣啊？入路啊！你意思係咩意思？你意思係啲盤路啊？即係你會跟盤路去定點啊？因為你有時你知你有見過百家樂係圈紅圈藍圈咁去咁啊，裝下裝去咁啊，有啲人會畫好曬咁或者。咁啊，大路小路咁喺度睇，系啊。先啊，哇！好多觀眾啫。
我哋都唔惊冇嘢讲啊，大家大家都好积极对呢个好闷啊！大家想知道最新嘅 update 近况。我真系扫到 Gary 呢句说话，佢话我去威尼斯多嗰度多高质女女。咁你而家下次应该要去。我去 Gary 时错过咗啦。我喺 Gary 时嗰阵时玩紧百家乐啊。其实我点解会玩电子百家乐？因为我部电手提电话冇电，咁啲电子百家乐嗰台咧有得俾插电啊嘛，咁咪顺便玩下咯。咁啊，$200就差咗半部电话电走。哦、都 OK 嘅，冇蚀到，好彩。咁但系期间咧，有啲 friend 都问我，因为以前你喺中场咧会有一啲女仔咧周围行下去噶嘛。嗯、其实咧，就算疫情之前都冇晒噶啦，因为六大博记咧，佢哋要好多年前咧，我记得啦，永里系被攻陷过嘅。即意思是那些性工作者呢衝進去就站在那裡、嗯哦、即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即那時我對上、啊、不是永真的去澳門的時候我未夠歲數入不到去賭場、哦、見識下所以 我估你到現在我都還未知道入面賭場是怎樣21歲就可以入去的但我估以 Hilton 我估入到去保安都會截查他即當你未夠歲數入去的希望我去入去試下。我去威Guinness嘅期間，我連揼馬仔都見唔到咁滯。哦，你諗下，好多都變曬。嗯，即係我啲 friend 都知道，你會見到啲女馬周圍行嚟行去，我話冇啊，冇啊，剩翻啲賭客，連揼馬都冇埋咁滯。即係有啲人會話：，啊要睇啊，要唔要借錢啊？即係冇人睇啊，係啊。實準備到，實實在加入呢個大都會啊嘛！百家樂電子台有一期拿雞都，百家樂通常我都感覺上多香港人玩，因為大玩啲啊嘛，唔使即係容易啲贏錢。係啊，啲賭場真係慢慢再過去就逐間再行去睇下咯。嗯，我有經過澳門那邊 MGM 和永里那條大馬路的、嗯、你知道兩棟酒店旁邊而已那裡有一條大馬路對面有總統酒店、啊嗯、再走過去有星際那條路就我真的見真的沒有人真的沒有人可能下雨那、啊、些人不是躲在賭場裡面還是真的沒有什麼人、嗯、總之我去的時候我覺得不能作準的可能真的是天氣問題我在澳門賭場最憎見的最少好嘅女，我唔知啊。以前咧，根據2019年左右嗰個市咧，通常嗰啲女仔會喺邊度咧？會喺巴黎人嘅反轉鐵塔，就係鐵塔嗰棟鐵塔下面周圍行嘅。真係咁？係啊，你喺嗰度你見到好多啊！我都好尷尬，行過就好尷尬，因為嗰度最尷尬咩？有啲人都影婚紗相。系咁，因为嗰个位置都系打卡位嚟。系啦，但系嗰度好多人就喺度。其实应该好难影噶，我想讲系嘛，即系个铁塔咁高，你唔系唔系咁咁婚纱上个副托就会负责度嗰度嘅。咁但系好多人就喺嗰度影，我反而见啲好多老外咧会即系老外 couple 中喺嗰度影。咩叫老外？即系啲外籍嘅新，我见好多次都系外籍嘅。新郎新娘咧，即系唔系非澳門人，即系唔系非中國人樣嗰啲，唔會即系反而好少喺度影嘅。但好多唔系中國人樣嗰啲新婚夫婦咧，會喺度影婚紗相嘅，即系準備結婚。可能去唔到法國，就係澳門影。去唔到法國都係噶，去唔到法國，所以喺澳門影，系啊，都係鐵塔啫。等我有機會睇下嗰個倫敦人先，睇下係咪好似巴黎呢、這個，唔係好似呢個英國倫敦咁嘅 feel 先。唔知啊，舊蒲京馬咩啊？先啊，馬圈啊，定係馬咩？我睇唔到。我覺得 Hilton 你可以搞個蒲京團先，等我搞個蒲京團 join 你一齊過，你可以帶佢食蒲菜。幾時去玩？未唔知喎，唔知幾時去玩。但我諗有意欲，有諗過去玩嘅，即係當去行玩下咯。好似咁多年都冇去過。係咪啊？要攬把火盆先衝過去。加多幾道符在身上阿力說澳門的女仔挺漂亮不錯澳門有幾個女仔、啊、當然漂亮例如這個我真的恭喜你的李嘉欣還有這個、近年那個、澳門小姐啦有個叫 Sophia 啦、哦、Sophia、哦啊、我知道她又好像這幾年拍著過薇娜我不認識她啦、啊、但我有見過她還有很多見她最近好像她媽媽生日我見她 po IG 她還有沒有薇娜我不知道、啊、
好似有一排冇出現喎。係有一排冇出現到啦，唔知佢仲喺唔喺？但係之前都仲見到佢又玩嗰啲未來遊戲王啊 game 咁樣。係馬圈，大家唔好扮唔明啦，沙圈係嘛？想講即係咩嚟？唔知。唉，大家真係虛偽。以前咧喺舊新蒲京樓下咧，誒定新蒲京定舊蒲京啊？舊蒲京下面咧，佢有地底一層嘅。係。咁嗰度有個軟，嗰個格局咧軟揼揼嘅。咁好多揾食嘅女仔喺嗰度咧，就不斷都行嚟行嚟，行嚟行去，就好似你去馬場咧，啲、哦、馬咧未出世之前咧，就可能不斷行嚟行去。咁等啲馬主睇清楚啊，今次呢只馬好 fit 啊，即係。O、okay、K。不過佢已經俾人鏟曬啦，嗰、那個。阿 John， 你係咪專登講？你係咪你係咪扮講錯啊？嘛，你係咪根本就知咩嚟咁？佢以前係我先睇新聞，好似係阿何家嘅一個親戚，何家嘅人掌控啊嘛。嗰時候，即係嗰陣時成班人俾人拉走嘅時候，就話、拉咗最後個幕後大佬，嗰人就係何家其中一個人嚟嘅，係啊，係、即係唔係嗰啲主要嘅出名人士啦，但係。明嘅啊 ，iPhone 嗰阵识嘢啊，唉我啊我居然经过唔记得买添，系啦，好出名噶，好出名噶，旧蒲京楼，诶嗰沙圈隔篱就有间曲奇店，好出名，真系好出名，嗰间乐工曲奇真系好出名，啊唔记得买啊，你提醒我下次去买下先，前排拉咗，几年前拉晒啦，几年前已经俾人铲晒啦，呢咁有违国家道德嘅嘢，点可以继续做落去咧？真系啊，睇先。Gary 話咩？而家啲人去老氹，我以前中意去聖唔知咩區，嗰度最似舊澳門。聖咩啊？話佢嗰啲天主教有啲實際上劃曬啲區嘅，都有個聖者前面嘅喎。係啊。你指緊澳門半島定係氹仔嗰邊㗎？唔知咧。佢話係舊澳門咯，好似最似。系啊，澳门女仔系咪比较纯可以做女朋友？呢、這个问下 Bruce， 我唔知道。澳门女仔的确，所以我识开。嗱，我真系嗱，老实，我唔开名。我识嘅澳门女仔普遍上面，我都觉得同香港女仔系有分别嘅。有咩分别啊？我真系讲唔出，但系有分别嘅。真系唔知点讲好。我怕說出去被人斬死，被兩邊的人斬死，被兩邊的人都斬死。不會，我真的想真心想知道。我覺得香港女生是獨立能幹，而且是 smart 很多。即我首先我說這些事，我不是說那邊的女生是不夠獨立、不夠能幹、不夠 smart， 不是的。我是說給我的整體感覺的什麼。因為澳門女生多了另一件事，就是香港女生可能心態比較即係好獨立啊，即係可能唔需要係咪強悍少少？係啦，我唔需要任何人嚟幫我，即係可能唔需要男人行開啦，老娘冇錢咩？我只要得㗎。係啦，我老娘一世我都可以揾到，即係好多香港女生對於事業嗰方面有更加好嘅規劃啦，即係我整體上面咁睇啦。但澳門女生其實佢哋可能係佢哋唔會咁，可能個社會令到佢覺得啊，其實有堆嘢你唔需要咁強求啦，係咪先？或者？或者呢個城市，或者真係好小城市嘅一個特色嚟嘅。哦，咁我好早咪結婚咯，咁咪有一個好嘅男仔就夠咯。可能男仔揾得唔多都 OK 嘅，咁我咪有自己小家庭。咁呢個小城市入邊嘅做簡單啲，簡單單就佢哋就咁好早就嫁咗咁啊。我見好多偏向都係早結婚嘅。佢哋係而家當然係相對都會一樣都係遲嘅啦。咁但係很多時都相對香港來說，即係佢哋會更加對於很多分別位在呢啲位咯，真係嚇。係咪都冇咁物質咧？唔知咯，感覺啫。相對地係嘅，但係我覺得經過咁多年嗰個澳門賭業嘅蓬勃發展洗禮過之後咧，其實好多都有另外一啲對於物質嘅追求都一樣咁大，都係有一批人都係。都差唔多。港女要求多，而家一個話題去到港女嗰啲邊咯喎，都係去澳門揾女朋友，係啊，可以飛過去睇下。唔係噶，我純粹對於我對澳門女性接觸嘅，我唔係話我同佢哋拍拖嚇，唔好講。Ivan 話澳門女仔唔係做賭場就好純好乖。係啦 ，Ivan 呢樣嘢我講得啱啊，因為我唔係話做賭場唔好啊。是他做這個工作，因為他這個賭場呢，甚至你做到 marketing 這個位置呢，自然呢變到呢就好，你又需要好做得嘢啦，結果又就冇咗純情嘅感覺嘅，冇咗純情，太 social 太 social 冇錯啦，啲人講啱冇錯。
莎莎點會唔會點會唔係港女啊？你話佢唔係港女，即係侮辱佢啫，即係佢絕對係港女嚟嘅，係尊重你嘅。策劃問佢話：澳門女仔定係莎莎？梗係莎莎好啦，唔係點同佢結婚啊，大佬？呢個問題真係啊，邊個氹你慘？分嚟緊我同佢嘅關係啊！睇先啦，莎莎比港女仲要港女，錯啦，莎莎比港女更加麻辣。睇先啦。我是鱼头和白伴见哦，渔人码头鱼头都食嘢咯，系嘛？啲有啲私房菜入边嘅，但系鱼头真系冇乜人去咁多年咯，我唔知依家点。鱼头即系喺码头隔篱有个，你知咩嚟啊？我听过渔人码头嘅，系啊，一个好细好奇离嘅地方啊，即系好多年前咧划好晒，谂住搞好多特色嘅，即系类似搞到好似中环或者成个 SOHO 咁嘅。就唔知乜就做唔起，發生好多嘢，唔知真係只可以話咩風水唔得嘅，即係就算澳門啲過去嗰幾年咧，啲賭廳咧做到風生水起啊，賭業咧年年派錢咧，各位硬係就係冇人去、可能風水唔好，啊、真係風水唔好，真係好奇怪，真係又唔見其他國家啲漁人碼頭做得咁差咁以前有火山，有火山嘅咩？系啊，好笑啊！跟住啲人喺火山上面赌钱啊嘛，啲人话咁你唔输自己啦，大佬。唔系佢入边有一个假火山嘅，但系入边有一个卫星场，即系卫星赌场入边嘅。咁啲人咪笑咯，啲澳门本土人都笑嘛。你赌钱点会嗰度赌啊？你喺火山上面赌，你点会有赢咧？你唔会以为自己好旺系嘛？系啊，贼王要初恋系嘛？系啊。Gary 應該都要即大家是不是當年看這個十月初五的月光太多呢是是想可能覺得真的純一點怪一點、啊、這個佘詩敏都是香港女生來的是、啊、不過她也做得挺好的是、都是的贏火神張智霖張智霖是、漁人碼頭的那間是咯、巴比倫酒店的賭場就沒有了應該好像沒有了這個好像應該可以確定但是那間巴比倫酒店還在那裡系啦，我哋讲下讲下，而家都哇都出咗成48分，我睇咩啊？我唔讲啦。啲人话后屘我大个先知，原来成套片咧，其实佢系新马路拍噶。嗯。但系十月初五街系另外一条街嚟嘅。系，即系我明你。即系其实佢戏入边讲紧十月嗰条街咧。佢就話十年初五街的月光嘛，其實佢攞景全部都喺新馬路，即係噴水池可能那個街認得好啲啩，新馬路有都殘嘢咯。但係十年初五街係真係有條街呢條路喺度，但係即係呢條街道喺度，但係喺行遠少少就到嘅位咯。可能攞個堅密咯，我諗係啊，自家對手中意點菜啊，萬豬手。唉，咁大家萬豬手咩咩最講道理啊嘛，佢嗰句嘢。萬豬手係邊個嚟？我唔記得咗。總之喺十月初五嘅月光入邊，係咪嗰個好惡毒嘅女人啊？即係偏係係。係咪嗰個巴渣啲啊，惡啲嘅？即係唔中意男主角嗰、那個係咪？係咪嗰個人？係咪咧？總之係嗰、那個叫阿方依個女嚟嘅。方依個女點解你記得咁清楚？唔係因為你應該好細個先知係喎，套戲化嘅啫。因為有咁有不停翻播，跟住我媽係好中意睇嘅，成、日都播，跟住可以洗腦，成我已經開始記得曬邊嗰啲嘢，所以我就噏得出咩。我最講道理就係阿曼珠莎拉最中意嘅一個口頭禪，係。咁女主角叫咩名啊？咪叫？系咪女主角叫咩名啊？我唔记得咗啊。男主角叫咩？我唔记得咗。咩男主角唔系就系初哥哥咩？咁君豪就女主角系嘛？系啊系啊系啊，君豪咯系啊。系 ，sorry， 我未见过初哥哥咁嘅男仔。系咯系咯 ，Ivan 都话咁讲系啊。嗱，你问阿阿力，阿力答咗阿力嘅问题先。阿力，你边度真正澳门女仔啊？你咪我，你咪去高士德。周圍逛咯，小心俾人話你係嗰啲遊民啊！因為你咪去嗰啲民生區嘅觀音堂啊、高士德啊、咁樣黑沙環啊，咁咪周圍行下咯。邊個你覺得有 feel 咪行埋去攞啲咯？唔知俾唔俾？你俾人拉嘅時候冇話你係香港人啊？係君豪係啊，曼珠沙華演員真人一樣咁細。OK， 等我翻去 Google 下先。大家突然間列起我呢、這個想 Google 嘅呢、這個人，我又唔知喎。Okay， 但是他扮得幾次的，是啊，真扮得幾次。王朝飲嘢啊，都係嗰度係寫字樓區咯，都識到嘅，係啊。會識到澳門女仔。係啊，會識到澳門女仔都。其實澳門女仔周圍都係，
但澳門係嗰啲女仔係會偏向外向啲定內向啲？我覺得佢靜啲，即係內向啲。係係啊，即係係咯，即係唔會搶住講嘢啊！即係相對比較，相對比較温柔啲啩。嗯，八百半大把澳門妹喺邊度嚟㗎？其實我冇乜點聽過咧。八百哇！臭王，你咁咪咒我牙係嘛？頂你啊！我粗口哥嘅牙嚟㗎，大佬係咪先？可能唔係佢純粹想話你少講嘢啫，可能唔係我都係講。我中意澳門女仔。咁多人中意澳門女仔嘅咩？係咯，搞到 Hilton 都唔知點講點答你先。唔係唔係，我梗係好充滿好奇心，想認識一下。咁你都要夾先得㗎？點解我會揀阿 sa 咧？咁因為始終香港男仔先適合同香港女仔適合啲嘅，始終係啊。真嘅。因為你有啲嘢，我覺得好夾人夾人嘅性格問題喎，係嘛？都係啦，但係始終同埋你同一個地方長大，你好多話題係可以講到嘅，係。除非你對澳門好有了解啦，但係我覺得。你始終，譬如我喺澳門七八年咧，你到澳門都冇人下，即係好快熟嘅。你好多你都唔知嘅，係啊，嗱嗱，就話我係一樣咁。呢排啲人問起啊，嗱嗱結咗婚咯，我就諗起我哋以前嘅主持阿 Ursula， 原來我都講緊呢個 Happy 八嘅嗱嗱，魏流軒。但係你哋有冇覺睇到個男仔其實佢俾嗰個粒寶石戒指好大粒嘅喎，俾嗱嗱。係。係啊，佢應該係我估嗱嗱呢鋪應該都。操作好好，即系揾到个好好嘅男仔喎，又唔算又高大系咪啊？定系嗱嗱太矮？我唔知啦。但系嗰、那个即系个感觉，那个新郎我觉得唔差，唔差系啊。就你今日讲嘢好小心咯。唔会啊，我哋两个屋企嘢佢听唔到嘅，你知。即係有人 DM 殺殺，唔係即係唔係啊！睇翻我睇翻張相咧，佢嗰個寶石真係好大粒喎，我估唔會假啩，即係應該都。七王話唔值錢，邊係值錢喎？寶石。寶石，唉，呢啲唔係你話事噶嘛？女人話事值唔值錢？市場需求話俾你知。你中意寶石定係中意金啊？寶石金好似好俗啊嘛。係啊係啊，好似土豪啲。第一金價升得好勁喎，大佬。見到金價近排嗰啲金啊銅啊。上個禮拜仲唔知邊個觀眾問佢，唔知係咪太樂觀問可唔可以升到四千啊？唔知咁誇張。前排升到四千都好啊，真係。前排好似都係二千啊，係嘛？嗯。你信就四千升就好啊嘛，我信啊，我真係信佢，因為升到四千。壓力係好想去澳門喎，睇你。睇下大家原來對澳門咧真係有翻啲心啊！原來大家好注重咧識女仔，而唔係過去賭錢，而唔係去桑拿嘅。大家為咗識澳門女仔，係都好，我對大家有翻啲信心。Hilton 中意真心要黃金，講心唔講金。唉，咁之後都要黃金襯托先係噶嘛，大佬啊！係咯，見係咯，講啲嗱嗱咁先。澳門係啊，澳門大家都啲。今個禮拜四開始就係佢開翻嗰條線，就係去外港碼頭嘅。即係我上個禮拜五咧，得一個位可以去嘅，坐船就去氹仔個碼頭，跟住搞到我咧嘥好多時間喺嗰邊又坐發財巴，跟住又兜翻翻去，兜翻翻嚟個成跟住佢 cut 曬好多發財巴噶啦。根本上咧，如果你譬如我以前喺氹仔嘅時候咧。你話只有一架車直接到澳門嘅 MGM 咧就冇，以前都冇噶啦，但係而家更加轉嚟轉去嘅，你要佢一架車送你去氹仔 MGM 先，跟住要你落車，跟住轉另一架車去澳門嘅 MGM， 跟住過程中又下兜去碼頭啊，唔知兜去邊度啊，機場啊攞一攞人啊咁係咯。Bitcoin 都 OK 噶，如果呢陣有買中啊。Hilton 你要金定系要 Bitcoin 啊？而家一到金同 Bitcoin 嚟你问我，我唔知点。唔系啩？咁都系谂 Bitcoin 啊 ？Bitcoin 哇！OK， 咁系呢排 Bitcoin 去到两皮啊，两万以上啦。我唔知有冇继续两万美金，有冇继续去咧？唔知啊，但好似危危乎喎。前排我唔知，我未玩过，搞咗大坛嘢咁样啊！之前我啲虛擬貨幣嘅平台好多都做唔掂啊嘛，話係啊，會升到六萬，哇六萬咁低，七力王我梗係跟阿木頭姐啊，咪先嗰陣時講十幾萬定五萬萬，呢個十年係先話説今日啲賭股係咪表現都唔錯？
到，即係講咁耐澳門。係啊，但係我依然都覺得我唔會買咯，唔會買。但係我又唔敢 put 佢，因為佢真係好勁，特別係1928，我先覺得特別勁。N 年前我有買過1928嘅，揸住嚟收下息嘅，嗰陣時息係高。爭啲升穿30蚊喎，今日。其實佢都算係咁啦，但係我連嗰啲咧喺賭場區皇朝啊，即係嗰啲賭場下面有多啲錢莊俾換錢啊，即係佢賣埋啲酒啊，賣埋啲名貴寶品嘅時候咧，我見好多吉鋪。係啦，我有同當地一啲澳門樓即係做地產即係 agents 嗰啲傾過嘅，佢喺開關咧，大三巴入邊所有鋪頭嘅租金即刻反價，即刻加價，即刻加，係得呢樣嘢啫。係其他住宅嘅租金啊，或者係賭場附近啲鋪租咧，都唔好，都係好弱。我見好多吉鋪係啊，當鋪好多吉鋪而家都，哇大佬你冇咗。一個咁大嘅即係廳嘅產業鏈，你好多即係你冇錢需要，或者你冇咁多豪客度嘅時候，嗰啲鋪頭真係冇嘢好做喎，真係好多都執曬啊！嗯，係啊，都係3600、3060咩嚟？3066同3068應該係ETF 嚟嘅。哦，比特幣啊，Bitcoin 嗰啲，以太三呢啲你有冇留意啊？我冇啊！以前我因為比特幣無論喺咩位我都覺得好貴啊，除非佢跌到係10000左右啦。係啊，當鋪買二手撈最多。但係嗰度會唔會執到啲經典款咧？我唔知咧。咁又唔知喎。其實多數 around 幾多錢左右我都冇留意。我真係唔識噶啲撈嘅嘢，男人世界入邊又係另一個學問嚟。我真完全唔識啊！有錢我都會買翻隻嚟掛下嘅，但係收翻冇嘅係。睇先啦，木頭啫，咁至少佢未死啊，佢仲喺度啊。睇先啊，賭股咯，但係其他啲賭股升幅其實更加勁啊，譬如282呢啲咧，美高梅咧，我見佢嗰陣時升得超癲。誒，睇先啊。插我嘛，佢好熟撈喎。當鋪？佢話撈我好熟啊，咁樣。哦，好勁啊！但現在你而家嘅撈唔知咧，上次有排開始幾個月前開始，其實撈開始跌價啊嘛，我唔知依家跌停未咧？唔知咧。係啊哇！你睇 NGN 11月初真係30蚊雞啊！當然啦，嗰陣時大家都唔知個股市會點行，跟住而家3蚊升到而家11蚊啊！正啊！有買到就正啊，大佬。係。我覺得前排永利都升得多啊！我覺得好唔真實咯，大佬，你大家行一轉澳門就知啊！你覺得佢可以佢嗰個賭業嘅市場係可以即係值呢個價，咁當然可以買咯。但係我覺得呢個價都唔直播率都唔高啦。嗯，而家買就直播率唔高。係啊，炸股都問你喎，有冇發現莎莎寶藏行李劫？冇啊，咩？佢即係佢私幾錢啊？冇啊。佢啲錢係佢嘅，我啲錢係佢嘅，咁就咁簡單。係啊，咁啦，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轉頭有啊，靜靜同 Gary Sir 嘅，咁啊，個市都開咗啦，咁啊，而家我哋請 Hilton 幫你報一報個恆指啊，不如。好啊，而家恆指係做緊21896點嘅，148點啦，大市成交咧758億。都對版咧，暫時都係啦。係啊，算唔錯啦，今日成交。係啊，希望 keep 住啦，希望快啲可以繼續衝多啲啦，咁啊，咁大家可以更加賺多啲啦。咁好啦，時間差唔多，都係第一時間先。咁啊，聽日或者下次再見啦。好啦，拜拜。我而家要食雞先。發現喺我哋而家發現冇人食雞。